师兄，这是我昨日所绘，你觉得如何？姑娘可也是爱猫性。师兄，等等我！哎呀，你每次都欺负人家。真是一手好剑。你快过来瞧瞧，天空上好多岛啊！这里就是我的家园吗？好，准备来开工了。终于完成了，这里该摆些什么好？啊，我想到了，这里就是了。来，快进来吧。还少了点东西。嗯，好多了，该选哪个好呢？这个不错，我喜欢。欢迎进来参观，慢慢欣赏。这个好可爱，我们也要看。好喜欢。哎呦，你们好，我家哥。所以我跟你们说，那次真的是九死一生。你们快看天空！哇，